我那段时间一直在想，我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然后想来想去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你。每天阴阳怪气板着个脸让我猜猜猜猜猜。我有别的位置可以坐吗？我看你就是个木头。你以后少跟我搭讪，咱俩顶多就算个露水同桌。我跟你搭讪？你们呢，以后多交流交流感情，毕竟你们爷爷啊还给你们递过娃娃亲呢。退婚什么情况？如果我退婚，你是不是就高兴了？是啊。那我不退。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跟周思月有点不太一样啊？有吗？你不会是喜欢他吧？我喜欢你。哎呦，我珍惜高中时光啊！等到时候毕业了，你们俩可就天南海北了哟。我以前就很内向，也没什么朋友。总之，我现在觉得有子琪，有沙迪，还有你，真的太好了。其实你也很好。周思月，我也想考到江陵去。以后你负责努力就行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加油！我们一起加油。周思月，你知道我的秘密吗？